不养吧，仰仗皇军虎威，他们没有敢动我一根汗毛。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件事说起来话就长了，现在有个重要的情况需要我去核实一下，容我以后再向您一同汇报。除了有个看守试图接住那个女犯外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异常？其他的还没有发现，不能再怠慢了，宫本君，立刻安排我见藤井参谋长。嘿，光武军要深入虎穴，是不是有这个必要？参谋长，我们现在唯一掌握的线索就是劫法场那天的10个犯人，敌人选择在这一天动手，说明里面有他们的同伙。有道理，所以我们对那10个犯人进行了严密的监控。据宫本报告，今天有个看守试图接近其中一个女犯，所以我断定他们即将动手。 听宫本说，牢里关的都是极端危险的抗日分子，荒木君孤身犯险，又格外当心呢。这个我倒不担心，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个人。武先明，武先明是师团长深深信任的，应该没有问题。我对所有的中国人都不信任，参谋长没有从事过间谍工作。 不知道对手渗透工作的厉害。那荒木君有什么对策？唱一出戏，遮掩一下。那为什么不把试图接近女犯的看守先抓起来审讯？这样岂不更安全？这是一条长线，我们要秘密监控。那荒木君还请多加小心。 进来的，你这不是拖累我们吗？杜鹃，他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胡说！太君，我们真的没看到啊！哎呦，太君竟敢保护抗日分子！不不不，没看到！哎呦，没看见太君，太君冤枉太君，太君冤枉啊！太君，我冤呐！ 怎么被你擒来了？刚才抓人了，有几个抗日分子在戏台捣乱，已经抓获了。听说戏班子人也抓了。抗日分子躲在后台，所以我就把他们的班主给抓了。抓得好。那个老王八蛋到了荆州，也不知道向我拜码头，老子正想找他晦气呢。先关他几天，狠狠的敲他一笔，保证让武队长满意。
怎么进来了？啊，吴队长，这里有点误会。误会？你个鸟人还敢嘴硬！够清楚，快上码头！快上码头是吧？要有人，打死你！既然敢破坏老子码头！姑妈，你放开我，我非打死这个鸟人不可！你们把他拉走！不去。受苦了，这个非常值得。宫本，今天那个女犯试图接近的是哪个牢房的男犯？是南四姐。我们马上就要知道那个女犯试图接近的是谁了。要不是武先明这个混蛋，我们现在已经大功告成了。我早晚给他点颜色看看。算了，宫本，只要是禁卫主宰荆州，我们就奈何不了他。这个家伙实在可恶。他不但到处敲竹杠，还有走私军火鸦片的嫌疑。我正在秘密地调查他，一旦有了证据，看禁卫师团长还怎样袒护他。宫本，我们眼下最主要的任务是抓住这两个重要间谍，不要节外生枝。是。南四间有多少犯人？查过了，有20个。这样我们的范围就更小了。把我调到南四间去。可是吉班长，应该有更简单的方法。你是说去查看犯人档案？对。既然已经确定那个女的就是间谍分子，我们只要查一下谁和她同时入狱的，不就简单了吗？可是犯人档案掌握在武先明手里，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们已经接近了目标。那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，我是不会让他警觉的。我要让禁卫师团长和军长阁下看看，单凭九头鸟的力量就能够立此殊勋。明白。好，你去搬吧。是。师长。徐处长，最近有什么情况啊？没有。听军需官说，你搞到了一批粮食。19万斤。哦，大功一件呐！怎么搞到的？抓了个汉奸，当人质换过来的。哦，那个汉奸这么值钱呢？武先明。你这么重要的人物，你居然敢擅自处置？交给师长，无非是戳豆腐。可19万斤粮食，够我们全师官兵吃半个月的了。你怎么知道我要戳他豆腐啊？听说你们这些搞情报的喜欢做交易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在我这儿，汉奸就是汉奸，老子最大的交易就是要他的狗命。可是，可是什么呀？粮食很重要，对吧？可是粮食到手之后，为什么不干掉他？我们要讲信用。你给鬼子汉奸讲信义，你就是汉奸。如果再犯，以汉奸论处。哼！
这几天一直陪着种田军长视察作战部队，这么晚了才给你押境怠慢了。石团长，这么说我就担当不起了。其实房锦斋也没有把我怎么样，有惊无险罢了。石团长，今天还要和军长探讨作战方案吧？还是别喝了。种田军长马上就要荣升大将军衔了，怪不得军长急着发动新一轮的长沙会战呢。封侯拜印，总要弄出点动静来。你怎么看？我，孙子才愿意打仗。这话是真的。五，如果战事不可避免的话，就要三思而行。种田军长的作战计划马上就要拟出了，如果我判断不错的话，他肯定是先要佯攻恩施，然后突袭长沙。好计策，可是他忘记了我们背后的九幺八师。他看不起九幺八师，认为他们内无粮草，外无策应，不堪一击。但是他忘记了，对于军人，斗志才是最好的补给。在这一点上，中国军队没有一个可以比得上房锦斋。所以在目前的情况看，保守城市，静观其变。如果判断不错的话，我们的德国盟友在欧洲战场上同时面对美俄两个大国，其结果必定是失败。到时候就只剩下美俄之战。说难道美国人会让共产主义泛滥吗？如果皇军真能撑到那个时候，那就可以左右逢源了。政治是要靠实力说话的，关键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。你的实力都拼光了，谁还听你的？石团长高明。高明？我高明吗？哦，这样，你帮我算一笔账吧。20万斤粮食够房锦斋支撑多久？省着点吃，怎么也够半个月的。据九头鸟的情报分析，在僵持阶段，房锦斋部平均5天就要绑架或者杀害3名皇军军官。半个月是几个？9个。对，所以你的性命是由9名皇军的生命换来的。我希望你要有良心，要体会到我对你的厚爱。我真希望你有自动之勇啊。今后咱们俩呀，要在一个锅里加马勺了，还请许处长多多提携。什么意思？这房师长看得起我，给我这个妇道人家封了一个官，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对了，情报处副处长。这一个豆是少校吧？我就说嘛，这个情报处已经有许处长了。还有我这个没见识的干嘛？可是你猜房师长他怎么说？他说呀，这鼠有鼠道，蛇有蛇道，也不知道他是把你看成了鼠，还是把我看成了蛇。你是本地人，自然是你是蛇了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嘛。你看你说的，咱们俩都是女人，谁压谁有什么用呢？真可惜啊，
我这身威风的行头也只敢在洪湖穿，等我走的时候还得麻烦你许处长帮我保管。你不穿最好，省得走漏了风声，日本人找你麻烦。那我倒不怕，我胡寡妇没别的，就是朋友多，走到哪儿谁都会给个面子。这个人受了伤，皇军信任你，准到你们牢房来了，你们可别虐待他。哎，好的好的好的，你们两个帮我照顾这个老头，让他睡我的位置。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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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家伙，怎么惹成武队长了？这来荆州唱戏呀、啊，不知道武队长的厉害。没给他送礼。哎呦，下回学乖点吧。魏兄，今天是咱们这个小窝点头一次正式启用，做个交易庆祝一下吧。窝。这名字也就对你适用。那你说叫什么？叫世外桃源怎么样？诗意是有了，可是就是太感性了。那你说叫什么？叫庇护所怎么样？庇护谁？你我他，我们三方面所有的间谍，两国交兵，命运最难预测的是什么人？其实就是我们这些谍报人员。正规军刀兵相见，失败之后还能享受战俘的待遇，而我们这些人呢，只要一暴露，只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死。有时候为了顾全大局，死了还不能被组织承认。也不见得，九头鸟就有严令，捉到敌方的间谍一律不得处死。那是为了利用对方，假如落网的间谍不合作，你知道是什么下场？严刑逼供，生不如死，日本人大有这方面的高手。对啊，所以我想我们之间应该有一个规范，各为其主是实属无奈，我们相互之间应该有个照应，以免天天刀光剑影，事事你死我活。真没想到魏兄腹中还有这么大一篇锦绣文章。怪不得国军总是打败仗，因为他们鼠目寸光，居然让你这样的人物屈居一个小小的文员，终日埋没在案牍之间。依我看，魏兄，你要是当长江工作站的站长，肯定比那个只会翻译密码的万重山要强上100倍。可别捧他，他这想法要是让他上司知道了，恐怕早就送到军法处去了。间谍之间互相照应，那不等于敌我不分吗？上司自然不会理解，但是我想我们间谍不应该是上司手中的刀剑，胯下的奖励，我们应该是另外一种力量，第三种力量。我不关心政治，前两种是什么？政党和军队。难道说咱们还能和这两股强大的力量顶足而立吗？说点眼前的事儿吧，你刚刚说要跟魏兄做什么交易？我有个免费的情报要告诉你。禁卫师团长今天喝多了，把心里话全说了，他并不愿意发动会战，不过种田军长要升大将了。还有呢？没了。想说明什么？说明要有喜酒喝了。十一军出了个大将，没别的吗？谢谢你，谢明。好说。谢他什么？
种田宫为了炫耀武功，必定会发起新的攻势，所以我们两方面都得当心了。魏兄，你那泸州老窖还有吗？还有一瓶。为了庆祝咱们这个庇护所今天正式成立，喝一杯庆祝一下。还喝？不怕喝多了又让人给卖了？行，我去拿。大总，有什么进展吗？一个一个都含而不露，单从表面上看，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。那该如何是好？投石问路。那个女犯就是一块石头。去吧。嗨，哎呀，花姑娘，八个，既然敢打皇军，既然不愿意侍奉皇军，就把他送给那个男犯人们。享用吧。没什么事情，几个犯人在打架，为什么制止？没有什么严重后果。
这都是军部严加看管的犯人，如果出了什么事儿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来，武警，开门！黄金抢我们的妞挺好，哎，哎呦，哎呀，耶，哎，哦，哎呀，耶，哎呦，呼，哎。腿骨断了，吴军，应该如何向军部交代？你能不能把他治好？接骨我不会，应该马上转到医院去。宫本君，是你下命令把女犯送到男犯牢房的吧？你知不知道啊？那些犯人都是很久没有见过荤腥的野猫，把一条鱼送到野猫当中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吗？那女的打着皇军，我也是一时气愤。这个犯人怎么办？绝不能让他转院，不能让他脱离皇军的控制，那就看着他疼死嘛。宫本君，这件事情应该由你负责任。哎，吴军，你再想想办法。好，荆州城有个专治跌打损伤的妙手，我去找他。如果能治得好，是你的运气；要是治不好，九头鸟要把你炖了煮了，就得看你的造化了。谢谢武军。螳螂一声响，丁公抽出了宝剑。他今天干嘛？要杀这个不仁不义的曹操曹孟德。那这把宝剑吓死人了。好，这都散了。都聋了。葛铁嘴，牢里有个犯人病了，跟我走一趟。没有想到事情如此复杂，还是没有看出谁像间谍分子。那该怎么办？只有让武先明交出犯人档案。机关长就不怕引起他的怀疑了吗？不要明着向他要，我们派个人去，设法不通过他，把档案弄出来。明白。报告，大卫。吴队长带领一个接待医生回来了，盯住他。嗨！啊！嘿！哎呀，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废话，伤得不重，用着请你来吗？能不能治？不好说。葛铁嘴，要是治不好，老子让你陪葬。我不相信你嘴是铁的，脑袋也是铁的。我尽力就是了。吴队长，快把这东西收起来，小心走火。二位长官，请回避一下。为什么？我这家传的鸡狗秘方是不传之术，施术的时候绝不允许有外人在场。跟皇军讨价还价，你还要不要命了？要是这样，你武队长还是毙了我算了。我若不救他，还只是意思；可是，若是违背了祖训，我连葛家祖坟都进不了。你看，我就因为喜欢说书，不愿坐堂行医。当年已被家父赶出家门，如果再违背祖训，那我岂不成了葛家的不孝子孙了吗？好，要是治不好，老子回来慢慢消遣你。走，宫门。
处座，官人，荆州方面的营救怎么还没有结果？日本人防范太严，派局的行动组观察了两日，也没找到下手的机会。处座，职无能，请求处分。好了好了，现在不是讨论处分的时候。我们迟迟不敢动手，还有一个考虑。关站长有什么顾虑，尽管讲嘛。营救万一失风，难免一场混战，刀枪无眼。我怕误伤了两位长官，救人反而变成杀人，这个责任就不好承担了。我不是说过吗？参谋长有令，可以相机行事。可是责任重大，还请处座你明示最好。我恐怕理解有误，铸成大错。万站长是个聪明人，还会理解有误？恕我直言，救出两位长官，只怕处座你就得让出这个位置。党国利益高于一切，个人荣辱我从来不计较。处座高风亮节，佩服佩服。那我就回去准备了，我等你的消息。行，好。站长，荆州方面的营救行动已经完全准备停当，何时动手？暂缓动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行动。是。还有，照顾好张处长，不要让他到处乱走，万一出了什么差错，我们没办法向上峰交代。那难道要对张处长24小时不间断保护不成？在监里就不要管他了，要立刻监里你就贴身保护，这也是我们分内之责。明白了，我这里去安排。抗战时期，情报处监管缉私和海关检查业务是人人瞩目的肥缺。张处长这么着急营救冯唐，其实是想借刀杀人，以期永远占据情报处的肥缺，又怕上峰追究，所以想先找个替罪羊。但万重山岂能如此轻易受人利用？张处长也看到了这一点，他决定甩开万重山，独自行动。这封信带到荆州，当面交给宪兵队的工本党委，他必有重赏。重赏？重赏有多少？按我说的去做，自有你的好处。你是谁？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可我知道你是监利最大的情报贩子。我是谁并不重要，你只管坐地收钱就是了。当年在长江工作站难以脱身，只好另辟蹊径。他想利用手眼通天的胡寡妇。
可是张年没有想到，胡寡妇久立江湖，哪肯为藏头露尾之人通风报信。太君，你早说嘛，早说不就没这事了？我先给你拿药，一会儿送你去医院啊。叫做